King， 不败勇者，欢迎。欢迎 LP 一二三，欢迎加速，欢迎全，欢迎洛一笑，欢迎 Hello。提早上班，因为我想你们。想你们。背景陌生，对啊，最近的背景可能都很陌生，最近的背景都很陌生。Hello， 晚安。我要看，我要看镜头，我看一下呈现怎么样感觉。我先看一下，你这样递给我。好了，好。一晨是欢迎，谢谢你送的那是什么？我们也好想阿里，好想你们哦 ，Kevin 欢迎，好久不见，真的是好久不见。贵仔欢迎，北唐欢迎，奥秋欢迎。想你们大家。北原神推欢迎 ，Hello Sayo， 好久不见。哈哈，花生糖 ，Hello， 晚上好，小白兔晚上好。好听什么歌？阿星拿走我，嗨嗨，明君。你们都吃饭了吗？这么晚了，应该吃饭了吧 ？Hello， 小小 TT 饭 ，TTP 饭，迷你猪欢迎，阿丹欢迎，杜鑫欢迎。舅妈怎么会有那个声音？怎么有个高频音？对啊，这样还有吗？好像没有了，是因为我手机刚。离那个太近，现在还有吗？应该没有了吧。谢 ，Hello， 朱里恩，好久不见，晚上欢迎梅乐。刚刚因为那个什么，我有开那个我的手机在附近。原子朱性本善，没有了，没有了就好了。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个超大碗的豆花。超大碗豆花，但是我家人已经吃的差不多了，只剩下我。人蜘蛛性本善，很大碗啊，这个豆花。谢谢应援棒，谢谢北原神推的 love， 这个家超好吃的，在桃园算有名的。一改欢迎。100分，颜子组，谢谢你的荧光棒。杨雄欢迎，好久不见。性本恶，哈哈，最近回老家，对啊，我最近都在我长大的家，而且这个汤匙也超大。但是已经被我家人吃到剩下一半了，被我弟弟，然后舅舅、舅妈吃。神宝邀我，我也要玩。
感觉那豆花好吃，好吧？蛋饼同学，好久不见。IU 的歌，丽丽喜欢 IU。嗯，好好吃哦！尼哥欢迎，我想你们。羊熊猫欢迎，白胖欢迎。晨晨给我，晨晨不能给你们，它是归给我们的。好了，我要好好直播，我要跟我的宝贝们直播了。嗯，没关系，我还有大家，烟煮煮抛弃我没关系，辛苦我未来的家人们，陈家树，我想揍你。你怎么那么久了，怎么习惯都还没改呢？怎么还是讲一样的话呢？你看它的芋圆好大，真的很好吃，这是真的推荐你们，如果有来到桃园，一定要找到这家豆花店。玉凤爸爸，晨晨欢迎江江江，江江江好想你，记得欢迎。我不在的日子，你们都好吗？陈家树会问这个问题，传说跟阿丽选一个，好想你，我也想你呀、啊，很想你们了，想大家。猪猪会，猪猪会说两个都要。小孩才做选择，我都要。没错，小孩才做选择，我都要。没错，不，那你就要负责任，对每个都负责任。长大就是做什么决定就是要负责任，不能依靠别人。哈利欢迎，上庭他应该什么人都要，所以他会要你的。因为他什么都宝贝啊！谢谢三友，我们这么久不见了，你还是很想我吗？王子狗狗欢迎，姐姐，你早上开播，我要上课不能看。啊，你说玉凤，你说紫竹哦，玉凤爸爸，你真的很有礼貌哎。啊、哦，好好吃哦！对吧？你要吃吗？我吃不完。好，你先认真打人，志祖。志祥欢迎，专一就留给你啊，陈家树。威如欢迎你，谢谢。这是谁给我的新字冠？飞宝，谢谢我们的祖祖宝送的新字冠。Hello， 风肉面麻四推欢迎，晚上好啊，威鲁，谢谢新字冠飞宝，超想你的，最近不好就算了，还这么多天没看到你。Sayo， 你是不是很常心情不好啊？很担心你耶。但其实我最近心情好很多了，因为有家人们啊，然后工作陪伴。期待再一次啊！太一欢迎，什么祖祖宝是小慧宝。可是你的大头贴放原子族的照片。玉凤宝宝，你真可爱。这芋头我不喜欢。很难吃了，其实我不喜欢吃芋头。博婷欢迎，我最近在一个重要抉择的交叉路口，我觉得不管做什么决定吧，反正就是都要担起来，不管是走不好的还是好的，反正就是好好的，都要开开心心的，好吗 ？Sayo。
心态是好的，做什么事就是好的，对不对？就吗？坤坤欢迎，我不敢吃豆花，为什么一晨？古早味，晨仔欢迎，小福星欢迎，坤坤欢迎，六班欢迎，金鹏亮欢迎。嗯，可是我最喜欢吃焦焦的食物啦，我每次吃到焦焦吐司，我就想到焦焦。Google 欢迎，不是有我在心情很好。对啦对啦，有你在心情好很多啦，谢谢你啊。Sale 加速，你去跟加速聊天，你心情会变很好的。芋头真的很难吃，真的，玉凤宝宝，你跟莉莉姐姐一样。Hello YI， 太一晚上好，好久不见。比起豆花，我更喜欢吃豆腐。你是说人的豆腐吗？是用在人的身上的豆腐吗？你吃谁的豆腐？龙骑士欢迎，小福星欢迎。Hello， 这个名字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念，什么腻的？飞宝，谢谢你的玫瑰。我喜欢被吃豆腐，嗯，我不喜欢被吃豆腐。谢谢三眼的花枝金蛋。当然不是，请不要把我想得这么坏。好了，杏仁豆腐赞赞赞赞，焦焦棒棒。不要挑食，阿丽也不会再挑食的。太一谢谢你的 love， 明晶谢谢你的玫瑰，太一谢谢你的 love， 阿翔欢迎，季伯亮欢迎。为什么要跟家属聊天？他说跟大家心情不好，跟他聊天会心情变好。安姐妹。一晨罚吃十碗，那你应该怕死了吧？已经不想，真的是怕死，也跟怕死都一样。怕死哎，你的怕死，懂意思吗？看到豆花怕死，等于怕死，先不要吃，懂意思吗？明天谢谢分享，哎，那真的不想吃哎。古早味欢迎。喜欢吉他人家欢迎，你们最近都在干嘛呀？这一大碗是什么？豆花，是豆花，豆花本人。主播晚上好，晚上好，姐妹卡拉欢迎，当然不是。OK， 谁有去选的话就请客。柠檬欢迎，富伟欢迎，好久不见啊、哦，熊妹咳咳，宝贝熊，熊妹前辈来，我打嗝了，熊妹前辈来啦。我回归以前的样子了，嗨嗨熊，跟大家跟我们的熊妹午安晚安，谢谢金，谢谢谢谢鸡尾酒夫哎，柠檬谢谢你的礼物，哎呦不错哦，赞哦。今天六，我哥哥要去大学，我爸妈要跟去，我自己在家。哇，哥哥去大学，然后爸爸妈妈还跟，哇，这个哥哥爸妈很疼哦。上庭你很冷是不是？那需要我温暖吗？彩排好看，欢迎 S U N， 欢迎阿哲，哈哈哈。在期待你们的礼岁和二周年呢、啊，我已经准备好了，你们准备好了吗？莉莉已经准备好礼岁公演跟两周年了，大哥很可爱。这个星期六就要去了，其实我自己在家很开心，真的，自己在家可以做很多事情，这也太大门了吧，这是家庭号，有点吃不完，我才吃几口就有点吃不完。谢谢欢迎，看到阿丽开开心心就好了。阿丽没事，二周年看不到，为什么看不到？要上班吗？谢谢曾家树的亲子馆，嗨，晚上好，九代欢迎。没事没事，练习辛苦了，不辛苦，没有准备。
家入住，对不起，不该讲你不开心的事，但我们还是会等你来的，嗯。真假期待，一起期待。陈家旭，谢谢你的心啊，不对。然后不确定爸妈会不会在桃园过夜。哦，哥哥读在桃园是不是？什么学校啊？我相信阿丽 OK 的 ，OK 的，当然 OK 的啊。小萌儿欢迎。丽丽最近在训练自己，要更强大。相信阿丽可以做得很好。我觉得以前的我可能是比较遇到事容易逃避的人，但其实经历的有一点，就是慢慢的经历很多了，开始其实学会长大了，遇到事情不会逃避，反而是想要做好，而且又是喜欢的事情，所以就越是想要做好。中立哦，是什么大学那个吗？哎，建行科大嘛，我的网络烂到一个爆炸，还好吗？你要不要先重关机？还是因为 app 的问题？保护队欢迎田中云人选拔，欢迎豆力王，欢迎安安娜保护队，好久不见。豆力王欢迎安安娜保护队，好久不见。欢迎安安娜保护队，好久不见。很想你们呢，我今天可以跟你们聊两个小时，十一点半到十一点半。因为我想要多聊半个小时，所以我就提前开了。我本来是十点直播到十一点半，然后我九点半开。我想太想见到你们了，真的是太想见到你们。你们懂吗？我真的想见到你们。我在外面可能网络差吧。要不要到一个网络好的地方啊？或者是你先休息，先不要看。反正我今天会到十一点半，慢慢的陪你们。好想阿丽，一直想啊，都在想阿丽，真的吗？阿丽有看我去肉，你好，店员还送我你们的扇子，真的啊，这么好。你有 po 限动吗？谁有？还是 po 照片？我等一下去看，我下来看好了。因为其实我最近把自己逼在一个。完全一直，你们没有看我都没在 po IG 吗的照片？那是因为我想要专心的，就是练习呀。我不想要再有任何的看大家的东西啊，我不想被影响，所以我有段时间几乎都是把 IG 关闭中，不想看。我看一下最近你们有 po 什么。我也想见阿丽，那我们赶快见面吧，不多说这么多，我们赶快见面，见面越早越好。我也想你，我也想你们啊。 Sayo， 我看到你在 po 我，你在看听那个角色那首歌，还有想见你，只想见你。我看到你们在唱歌的影片，你今天继续去唱歌。姐姐，我之前有 po IG 标注你，但你没看到，你可以再发一次吗？因为有一段时间莉莉没有在看 IG。小易欢迎，哇，前辈们都在 po 文。菲斯欢迎 ，Never Lucky 欢迎，是在关闭吗？闭关吗？怎么了？没有啦，我之前就很认真在练习啊，我不想要看手机，或者是我觉得我会一直玩一直玩。我今天去唱歌有唱角色，有看到你的限动了，一层谢谢你的荧光棒，上大的欢迎保护队，谢谢分享 ，Hello 绝欢迎。好啦，那我跟你聊天呢，上庭。那你现在网络还好吗？
原来如此，浩浩 Jamie 欢迎，晚上好，朱莉安欢迎，真的是吃不完这么大碗的豆花。嗯，丽丽好多了。嗯，吃不完，太甜了，上体量更好好学习什么，把 IG 关闭吗？好好工作吗？不要再当薪水小偷了。好的，没问题，玉凤宝宝，姐姐等你换桌布，慢慢吃。好，佳佳在干嘛呀？工作最近还顺利吗？阿丽，你在小慧那当中怎么拍的？双下巴好肥，我故意的。毛良欢迎，一改欢迎，开学没什么营业额哦，真的，因为现在开学了，小朋友们都上课啦。以乐欢迎 ，CEO， 谢谢你送了好多的，那个是什么猫？我不会念，猫什么之徒？亚麻路婆欢迎念书啦，说念书哦。晚上好啊，毛良，柳枝，谢谢保护队的柳枝。Hello Mini， 欢迎。Hello， 那个是谁进来了？好可爱哦，那张，哪一张好可爱？易凯欢迎。阿丽还要过一段时间才开学吗？阿丽没有上课，阿丽就是现在在认真的在 AKB 调酒的一种啊，摩奇多哦。干嘛送我酒？我不喝酒的哦。可以示范一下吗？想学？示范什么？要示范什么？好，是这样吗？亚姆路普安安 only 欢迎，詹明丽欢迎 ，Hello 甄文杰欢迎，毛良欢迎，毛良晚上好，谢谢。刚所以刚刚很多人送我摩奇多多，阿丽越看越可爱，谢谢保护队，谢谢保护队，你们才是越来越可爱。陪在我身边，不离不弃。哎，我们这边有卡拉 OK， 有那个黄金麦克风。圈妈，这怎么用？后面呢？怎么唱？主机后面。你帮我用。我要把。要连什么手机用？金牌麦克风。想不想念莉莉唱歌啊？谢谢四叶草加速，跟那张一样有后置吗？我不知道那张到底是怎么样，去看一下。我看一下小慧帮我拍的那张是什么样。小慧就在那边，他就问我啊，就说就这样。好好笑，谢谢玫瑰，这次会试着抢票看英主的票，想看你了，真的吗？谢谢上题 ，Thank you 上题 ，Hello 奶冻卷，好久不见，莉莉真的好久不见，小勋欢迎。练剑法的小虚欢迎，想听想听呢？为什么是金色麦克？不知道，就是家人买的，就是金色。我觉得我要，我不知道唱什么歌，但我就是，其实我最近很少听歌，因为我都在听 AKB 的歌。但是我就是先随便放一些华语流行歌曲，随便放一些歌。然后我现在想要。改几张照片，因为我想要 po 文阿丽什么的呀。他刚刚说什么？我来欣赏阿丽演绎。今天阿丽的莉莉很丑，因为我化很淡的妆，还以为是剪到的，没有，怎么会剪到金色的？
之前都没有去看过一组，那我期待你来看我们表演，可以吗？你心跳要小心，不要爆雷哦，绝对不会爆雷，我也绝对不会唱。阿丽今天怎么提早开了？想要提早半小时与大家见面啊！中勾着我的心，每秒出最初的心动，欢迎淡妆好啊。因为对啦，我觉得淡妆其实皮肤对皮肤也比较不会这么的伤害太大。田中欢迎，你的怀里把我们。田中豆粒王，谢谢你的玫瑰，只是眉毛比较淡。对，我今天眉毛比较淡一点。兔先生欢迎，其实我觉得是灯的问题，就是弯掉，其实我的眉毛是蛮亮的，就是你们可以看到，就是我现在这个样子是蛮淡的，就是眉毛是很浓。爱丽爱丽，我桌布是我头头贴什么啊，好看，丽丽喜欢，丽丽喜欢你的大头贴，淡妆自然就好。嗯，没错。兔先生欢迎，其实眉毛蛮浓的，对吧？如果开灯的话，就是会比较。你们觉得开灯还是关灯哪个好？妮妮欢迎，妆淡淡的眼眉，眉毛还在。哦，真的耶。对啊，灯把眉毛吃掉了。请跟我来，欢迎小猪，欢迎。把我们衣服留够，哭了就不用分离。你好安心。我最近要修我最近拍照的照片，好久没 po 文给大家看了。你的氧气，流进你身体里。奶奶欢迎，乳蛇欢迎，好久没有听阿玲开灯，这样一对比自在灯真亮，真的要关还是开？你们一下开一下关。南野秀一欢迎，只要是姐姐开关灯都不重要。乳蛇欢迎，真的吗？走，我喜欢爱你的味道，爱你的爱。最近其实我很少听歌。每次他们都给我听，可能就是抖音里面会出现的歌曲，然后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歌。天气，最美丽，妹妹欢迎。等一下哦，看个东西。佳佳说什么？眉毛还在 ，OK。圆滚滚欢迎 CEO， 欢迎浪客八五九。今天姐姐开到十一点，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到，主要因为明天上课。没关系，我不会怎么样，因为上课重要啊。再一颗苹果。四八欢，哎，四六欢迎，我也不知道。晚安，南野秀一。他们谢谢玫瑰，田中豆粒王，你翻遍就好。好，阿丹欢迎。如果你们今天也很累的话，就跟我说。说，也不能没愈合，闯进我的心窝。是你让我看见的微笑，就开出花一朵。写一首情歌，用最浪漫的写。很累啊，但是看到阿丽就比较不累了。真的吗？我有这种魔力吗？
变成粉红色。暂时放开，那我让你放一首歌给大家听好了。甜甜就会更开心。好，就这首歌了，嗨起来！叭叭叭叭叭。Hello， 玉凤宝宝，谢谢你的玫瑰，小胖欢迎 ，Mini 他欢迎，安安扎卡，阿丽你也是，如果累的话休息就赶快休息。好，我知道，已经跳了三天三夜，我现在的心情，周立伟欢迎 ，Oh yeah， 完全都不会疲倦。我一路在跳三天三夜，我现在的心情可以飞。Oh yeah， OK OK， 加入我的行列，白天跳到黑夜。扎卡，谢谢你的荧光棒。吃亏，哎，那个人要拒绝，一起来，三天三夜，来三个半夜。跳舞不要停歇，到三个半夜，那没有音乐。Say yes， 谢谢你的荧光棒。Hello you， 欢迎。只剩汗水，三天三夜到三更半夜的叭叭叭叭叭叭嘞，叭叭叭叭叭叭嘞。那玉凤宝宝，你会想念哥哥吗？扎卡，你会舍不得哥哥吗？谢谢荧光棒，田中，谢谢你的玫瑰。突然好黑，好嗨！不要期限，我已经嗨了三天三夜，因为大家感觉心情都不是很好，那我就放个三天三夜，让大家来嗨起来吧。Oh yeah， 谢谢四叶草陈家树。再看三天三夜，球球欢迎。海浪欢迎，影片 ，Oh yeah，OK OK， 加入我的行列，人好欢迎，嘿，快乐不会吃亏，谁也别想拒绝，哈，三天三夜到三更半夜，不会啊，他还是会回来，没错啦，但是。因为常常一起相处，其实就是会舍不得。是我的话会舍不得，又不是要卖掉了，也是，但是我会舍不得，就是会觉得哦，哥哥没有每天在我身边了这样子。一二三欢迎，一二四欢迎，因为我是本身是很爱哭的一个人。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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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来唱那个牵手，牵手。其实我不。其实我不会唱，今天唱歌才唱这首，真的吗？去 KTV 必点这首歌啊，真的是必点这首歌哎、欸。我的歌嘞怎么不见了？耶，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Hello， 怕哥哥被外面的女生抢走，这个我是不会担心啦、啊、因为我觉得要让哥哥就是这样的时候，蠢蠢欲动。他说今天晚上心情很不错，想到街上走走，于是暗暗的天开始灯光闪烁。TZ1欢迎，哎，不好玩。小布布佩轩，佩轩好久不见。
找到出口，我要找到出口。会唱吗？谁负责轰轰隆的节奏？快出来牵手，一起到永远的外太空去甩一下头。听到这首歌，会想到张雨生，真的。其实我刚才是这么想的，逸晨，因为我以前很喜欢听张惠妹的歌。牵手，淡淡牵手，奇怪的废话少说。我热情却年无休，牵手拍拍拍拍，先跳过。爸妈都在帮忙哥哥整理，我在默默旁边看直播，那不就听得到我的声音了吗？谢谢陈家树的月色秋半。那你们还喜欢听张惠妹的什么歌曲？牵手，谢谢家树，那个好可爱，感觉好久没看直播了，想丽丽。想着你吃香啊，你有开很大声 ，OK， 玉凤宝宝，玉凤宝宝真的很棒。白凤欢迎，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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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轩最近都在干嘛？哦，你们都没有跟我说你们最近都在干嘛。Hello， 白凤欢迎，梦中做憨人。只手的那那那梦中什么憨做憨人？科技欢迎。Hello， 来放梦中做憨人了，是教练。上班念书准备考试，无限轮回，辛苦啦，上题要加油。上屏要加油哦！最近都在期待公益节的阿姨，孙勇会来吗？好想你们！想赶快到公演那一天，希望那一天的到来能快一点。抢票要上班，我也要抢。今天加速话怎么那么少？可能被我呛吧。刚刚 Tomo 欢迎，文娥欢迎。我看他们打传说打得怎么样？原子族他们打游戏打得怎么样？问他们这个。白饭，谢谢你的 love。起点欢迎 ，Hello 郑立伟。思源欢迎，梦中做憨人，韩国女生有唱过，很好听，真的吗？这么厉害！是女团呢，韩国女团怎么会那么厉害？我来看一下。真的有哎，有唱哎，听一下。这次公演会买新的相机去拍你们健身的，真的吗？谢谢你。好可爱，都超正的，我很喜欢他们，我也是。好可爱啊，他们
么欢迎。好好听哦。但是他们好标准的感觉，比我还标准。鸡丝羊欢迎，他们超厉害的，姐姐也可以啦，希望我也可以。阿丽，我先去忙，隔天应该回来哦。好，你先去忙。十月金曲林欣彤欢迎，痛痛欢迎。哎呀，先回个小工作哈，等我一下。好厉害。厉害。嗨，欢迎洪建安，欢迎 VIS， 欢迎。等等哦，米酒欢迎。你们最近有没有什么推荐？我最近想要去看那个花木兰，汉欢迎，嘉安欢迎，期待，因为我很喜欢刘亦菲，我是刘亦菲本迷，迷死她，很喜欢刘亦菲。最近好久没有用可爱动物，你们都在忙对不对？看你们都没在理我。我不是很喜欢看电影，有人没有在看你。阿文欢迎，开玩笑的啦，你们有要忙跟我说。原子族他们打传打游戏跟我说，叫我跟他们玩。我们每次玩这个的时候都超激动的，你知道吗？就是我们激动到很夸张，就是每次在玩这个时候他们就说快快点什么什么杀杀爆杀杀快点杀杀杀过来救我救我，他们就是这样超级吵的。想看你们玩游戏，他们真的超好笑的。明天还要忙开会的资料，辛苦你了，飞宝。因为我都会看到睡着，玉凤宝宝，你看电影会看到睡着是不是？我们现在在一场加速，谢谢你的 love， 想看的那些传说真的都很激动，像我们这种年纪直接讲这样，我都不会讲，我都会说啊我被烧了啦救命啊，我都一直讲，等一下你们就看了就知道。陈家说谢谢你的 love， 你也送太多了吧，亲爱的东欢迎，不要激动啦，玩这个游戏就是要激动。 Hello JETA 欢迎，Hello， 无名神推欢迎，辛苦你了，飞宝。
什么是位置？好，开始，开始喽！我今天玩传说还玩到哭，真假的？是被人家骂到哭吗？还是我都只走中路 ？Hello， 雨欢迎，谢谢东欢迎。Hello， 太一欢迎，一直被针对。其实我都玩开心的哎。我每次都很开心的玩，我都说啊，开心一点啊，玩开心一点啊，这样子，然后我都不在乎。哦，陈家树，你也送太多 love 了吧？你送1000多个陈家树，太夸张了。祝阿丽旗开得胜，没问题。毛良欢迎，陈家树，你要送多少个？阿华午后午后午后夜夜夜，欢迎。我每次都是就是会被骂，因为我很新手，然后我都会说人家骂我就说哦开心点嘛，我就讲我估计送1314也太多了吧，他已经送到1080了。今天是太一生日吗？是吗？必胜客欢迎陈家树，哇，中10倍大奖哎！陈家树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我看13140差不多，太多了，都是屁孩在呛。没有啦，其实玩游戏就是会这样子，超过了，哇，陈家树你也太夸张了吧！陈家树你要打屁股咯，你怎么送那么多礼物？也是啦，我这么久不见，你是该送个礼，好好的陪我了。Hello。KID 没计算好，那真的很难计算，不可能说剩520个刚刚好。我是射手宝宝，那今天是什么日子呢？太一，今天是什么日子？柳晨欢迎，谢谢谢谢宝宝送的哦，救命啊！怎么上路那么多人？就是来杀我的啊！请求支援，只好再送一次。陈家树只好再送一次，送一次。这次要计算好，开玩笑的，跟我们学校的日子有关。进摊吗？是进摊吗？是进摊吗？晚上好，刘哲，我现在在打游戏哟。我现在在跟我们的成员们打游戏，我要去中路。我们的成员们打游戏，我要去中路。们打游戏，我要去中路。哎，怎么了吗我？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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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到底是什么？徐太医，徐太医呀，徐太医，徐太太呀，徐太太。真想知道洗虾米。哇哇哇哇！退退退退退退退！圆猪猪退，圆猪猪退，退圆猪猪退，退退退，圆猪猪！啊，阿丽打传说没错，在跟我的朋友们打。Sorry。我没办法了，我精兵要减少了，中路没人。被扑倒的红玉，他们等下会骂我说我都不认真，他们说再不认真啊，这样子，他们会这样子，他们会骂我，我跟你讲。Yes yes yes， 抢头成功。小福星欢迎 Misa 桑，好久不见。祖祖在干嘛？他也在打，他在跟我打游戏。他
他在跟我打游戏呀，打游戏，打游戏呀，打游戏，打打打打打游戏。Hello AS， 欢迎陈家树，欢迎。我也想一起打，那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遇见了啊 ！Sorry， 这个吗？对不起，猪猪。推推推推推，推推推。啊！很强哎，我这局很强哎，有你们的功劳。圆猪猪，对啊，他叫圆猪猪。你们要跟我讲什么话？跟我讲哦，我真的是，我先打个游戏，跟我的宝贝们、大家们，没有很久不见，有啊，莉莉很久不见了，其实自己炫耀，没有炫耀，是我刚刚真的，我因为他们都帮我助攻，然后我都抢到头，刚好我大招用到了，谢谢掌声鼓励，柳晨。好了，我现在这路有遇到困难了，不行不行。啊！妈咪呀，妈妈咪呀 ，Here I go again， 妈妈 ，How do I face me？ 救命救命，请求帮忙，请求帮忙，好吧，拜托。不要不要，燕子猪，不要太冲。如果我跟姐姐玩，我再烂我都不会骂。真的吗？我超常被原子族他们骂的，啊！妈！啊！等一下，难得阿丽打，我上次已经有打游戏直播了。其实我蛮常最近很常玩游戏的，我要去杀死中间的那个跟我一样的角色。来呀，来呀，来呀！不怕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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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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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莲子居然骂你，他没有骂我。陈景庸欢迎来的，屏东欢迎。阿丽的游戏叫什么？先加个好友先。阿丽不能告诉你，会被骂。志祥欢迎，流浪到屏东欢迎。我希望我们下次可以遇到，玩游戏可以遇到。陈家树啊，陈家叔叔，你今天怎么跑跑出出啊？莎莎欢迎，卡拉欢迎。原子族现在，他现在，我来报一下他的那个，他现在一杀零死两助攻，然后我是两杀一死两助攻。哦，他在打魔龙，在打。我需要帮忙，我真的需要帮忙。欧里，庭人，好久不见，桃花哥哇，妈，我就一直被打，我一直被打，妈，不要冲啊，为什么要冲？我没有很厉害，肉肉回来，肉肉。在干嘛？抱歉，我有点吵，因为刚刚我的队友刚刚冲出去自己被打，我真的是没办法救他。哎呦，杀死了，很强哎！我先出去，我要先打个肉肉，抱歉，肉肉抱歉。Hello， 不动明。王龙爱看什么？王龙不动明，哎，不动明，对，连神特欢迎啊，欢迎！我现在在打，冲冲冲！我在冲，我很冲。第一欢迎，我现在在打游戏中，你知道吗？就是一种游戏。Oh my gosh！ Double kill。一直爱伟宏，欢迎第一期选的荧光棒。我跟你讲，现在战绩是，我一样就是两杀一死，三助攻，然后，等一下，我想一下，我现在主播有点脑袋宕机，然后祖祖三杀一死，二助攻，他怎么样？我们现在才刚打七分钟左右。然后那个对面的那个一直在特
就是不想放我哎、欸，他现在会死就是。猪猪退，猪猪退，猪猪退，退退退，猪猪退，猪猪猪猪，猪猪退退退退，猪猪退。哎，我跟猪猪讲话他都不听，一直冲，烦死了。想被我揍是不是？他就打人很痛没、欸？为什么一定要冲呢？哎，受不了。猪性本善啊！猪猪听得到吗？他听不到。真欲问欢迎二好三坏一出局，我死了，我就是在刚刚没有救猪猪，我跟他道歉一下，道歉猪猪。我现在啊，中路到底在干嘛？中路中路，哎。我觉得中路都没在顾，他要会听就比较原子族，他真的不会听人家讲话，你要看笑了，他会听人家讲话，我要去打爆人家中路的塔，一定得打爆，打爆打爆。哦，哦你看，那个。欸，去打上路！啊，不行不行，冲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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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叫我撤退，肉肉前辈叫我撤退，因为我跟肉肉前辈玩，肉肉很强欸，肉肉每次都会教我们怎么玩。Hello CHI， 欢迎祖祖。是冲动型的吗？我觉得他玩某些角色蛮强的，但他有时候真的很冲。他每次都不听我们的、啊，然后他叫我们去救他的时候，我们离他超远的。Oh my god！ 我太冲了吧，笨蛋！我太冲了，我刚太冲了。我自己也会冲的时候，肉肉前辈啊，那我们最近都会一起玩游戏。因为游戏吧，然后跟很多前辈感情蛮好的。CHI 欢迎，现在我是一样两杀两死四助攻，因为我刚刚一直没有在。陈慧宇欢迎，其实我很少啊，我直播很少会一直。其实我很少打电动，我是因为朋友会一起跟我玩，然后我就会玩。之前荒野行动也是因为朋友找我玩的，然后我才玩的。不然其实我很少玩游戏。哎，我怎么回城了？为什么要这样？陈杨雄欢迎莉莉先玩游戏哈，我现在要顾好他，不然我会被原子族他们骂。Hello，Oh my god！ 你看我再不顾好他的话，就完了，我会被骂。他在干嘛？他到底在干嘛？到底会不会玩？他真的不会玩。啊！救命！嗯，我死掉了，杀了一个人。那玲玲应该也要去学电动，为什么她要去学？但她欢迎，其实我是喜欢跟朋友一起玩的感觉。阿丽还记得我们学校吗？记得啊，顾客欢迎。这种游戏我都玩超烂的，其实我也差不多很烂，我是需要好的队友帮助我的那种，知道吗？就是好的队友帮助我，我才可以。啊，我杀了一个人，然后又死一次。果真没有人帮我在前面，因为我玩的有不是，就是命比较低的。太硬，我还记得你们学校啊，怎么啦？
们学校最近又在办活动了。下路的他 ，Oh my gosh， 最讨厌他被打爆。唉，真不知道大家在玩什么。Hello， 徐太医，你又要说话吗？退，怎么话讲一半呢？我要跟你们讲话，怎么话讲一半？还是我因为太认真打了，没有人再理我了吗？真的是没人了吗？人家飞起来了，我不知道我们的人在干嘛。我们有一个人好像在挂完还是什么。卡拉欢迎，都不吵，不敢吵你。贝贝欢迎，我伤口好多。哦，对，玉凤宝宝有好好照顾伤口吗？林振东欢迎，张文炳欢迎。今天是跟我学校有点相关的日子，是什么？毕业的吗 ？CCYH 欢迎，开学吗？我五连啊，我们死掉了啦。掉就是死掉。有，我都有猜呀，那很棒哦。不要玩了啦，我要休息了。我要休息，好好休息，跟你们聊天。Hello， 吴太医。哎，吴太医，你也太多名字了。Hello， 丽欢迎，柳川欢迎。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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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哒哒哒哒哒。什么？其实阿丽我不姓徐，那为什么？你的名字也太多了吧？梁光欢迎，那你之前不是打徐太医吗？我打完啦，我打完了。改姓林吗？林太医吗？哒哒哒哒。奇虎欢迎。
没有很顺口哦，零加速就很顺口，是不是？是吗？Hello， 晚上好，晴虎。并没有陈婷婷比较成功，我真的想揍你。算了，不想跟你讲那么多。我看他们刚刚说什么，他们短长说。现在反而换别人要玩了，天哪，我不玩了，因为我很累。唉 ，VAG 换伤口还没有好的时候，心脏玩超痛，真的。你有包起来吗？你有包起来吗？好了，今天是九三军人节，那是什么啊？太医，那个是啥呀？这是啥呀？啥呗？啥包？啥包包？淅沥沥。Hello， 哦，家宴欢迎。所以那个是什么？九三军人节是？是干嘛用的？我上网查一下，九三军人节。所以什么时候要把睡衣业配放出来？虽然晚很久。什么睡衣？陈家属。什么时候有睡衣这个东西？虽然我不知道九三军人节是什么，但我还是给你一个祝福，就是啊，就是啊，国军加油！就是啊，就是加油，加油，一起加油的。九三军人节的审思，看一下啊，民国34年九月，我国对日抗营战营得光荣胜利。为了纪念这历史的一刻，政府特别将每年的9月3日定为抗战怎么念字怎么怪怪的纪念日哦，胜利纪念日，所以这是九三军人节的一个。也是我们国家浴火重生的重要日子，我全军官兵对军人节的时代意义，致应身且体人，致意展训等物与砥砺，终身气节，再创军人光荣史业。OK OK， 那天说要把 ID 埋松烟，结果朋友说我的 ID 谁都不知道，不用埋，被 diss。啊，有朋友亲戚是军人吗？有啊，我表哥，然后我以前的叔叔是空军，看账，我念错了，生血啊，啊，就是睡衣的生血，哎呦，有点丑哎，我觉得有点丑，就不放了。警察哲伟欢迎，九三军人的阿力唱这首歌，唱首军歌吧，我想想看军歌有什么哈。国家有强啊，看这么入神。因为我以前觉得我叔叔开飞机的时候很帅气，所以我觉得也是该了解一下什么叫九三军人节啊，对吧？类似军人的纪念日，没错。抱歉，我完全忘记今天阿力有播，没关系，陈，真的没关系，没关系。我哥哥，我表哥，我忘记他是什么军了。反正我知道我叔叔以前是，那我来放个起床好，没有啦，放个中华民国军歌。
我也算吗？哈哈。金思阳欢迎，所以你是什么军？噔噔噔，我表哥之前是空军士官长哦，那蛮厉害的，在沙场。成本所以哥哥现在退休了。谢谢分享，陈玉超欢迎。谢谢翻白眼啊，陈家树。磕汤，磕汤。阿丽下次什么时候有演出？下次有，吕穗公演是在，我看一下时间，因为其实我行事历好有点太多东西，每次都会忘记自己直播的时，就是我都会忘记我自己直播时间，何况是我表演的时间。好，就是我们有三组，在吕穗公演是在，我们是在 Unisakura 是在9月20日。礼拜日的一点，什么跳痛的直播？这什么跳痛的直播？因为我要回答人家的问题，好吗？对不起。然后 Unibrow Farrow 是9月19日，礼拜六的6点。Uni Daisy 组是9月19日，礼拜六1点。然后地点在华山1914文创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乌梅剧场。票价是1000元哦，所以大家要来哦，大家可以上网搜寻怎么购票，上官网，不然放梦从要什么？阿丽不然放梦从想重新开始，放梦想重新开始什么意思？熊猫，谢谢你的，熊猫欢迎。吕穗公演大家都很期待，吕穗。Reset, 嘿嘿哟哟，国家又更强。大哥，《女兵日记》的主题曲怎么唱？期待期待，我也很期待大家遇见大家，因为其实我们也是一个准备了一段时间，然后我希望就是可以赶紧的看见你们，然后表演给你们看。我已经迫不及待了。阿丽会唱军纪歌耶，厉害！梦想从我会唱那个不是女兵日记，我会唱那个什么那时候很红的那个叫什么新兵日记啊，很好笑。新兵日记真的很好笑。我那时候很喜欢看那个《新兵日记》，年轻的喝彩，明荣欢迎《新兵日记》，那真的很好笑。我觉得是《天兵日记》，阿丽会唱。以前有听过爸爸的唱过。你家乐欢迎，希望这次脱离山顶，让阿丽看得到我，没问题。玉凤爸爸欢迎，没问题。玉凤爸爸，玉凤爸爸欢迎，你还没睡啊 ？Hello， 闭嘴品涵的班长欢迎，刚刚宕机，抱歉，没关系，玉凤。喝彩。这个片很好看 ，Jamie 欢迎 ，Hello 迷思欢迎，年轻的喝彩30年了，英勇勋章不错，英勇勋章是一首歌吗？你再推荐给我吗？哒哒哒哒哒哒哒，欢迎，是啊，我已经放了，有点前奏有点古老啊。李宝宝，芊芊欢迎，
我现在只能用眯眯眼看着阿丽直播，为什么？高明俊唱的《新兵日记》我一直看，重播看，真的好看，很好笑。Hello 呱呱 Jamie 欢迎 Kate 谢谢新之冠，这首歌好久了，真的今天不到四点就起床，到现在还没睡，辛苦你了太医，要休息就赶紧休息哦。标成玉安欢迎，因为我后面那个人已经睡着了，你看我家人他已经睡在房间了，我的房这不是我房间，我弟房间，因为我最近都睡我弟房间，因为他都睡宿舍了，所以我都睡他房间。Hello 毛良欢迎，现在还在高铁上要回家了，辛苦你了，如果在车上想睡一下可以睡哦。谢谢呱呱的来签到，2011年的歌，可能是显得心资管不止吧，所以这几年四年前11年前了。 Hello 赖赖加阳欢迎，可能是显得心资管，Hello 加阳欢迎，阿丽好，嘉阳好，飞宝 Hello， 这首歌听到有点想睡觉，对不起对不起，就是有一点快睡着 ，sorry。等一下 ，forever young。飞宝，加油欢迎。觉得跟阿丽跟林杰有点像，林杰比较正。可能发型都是中分吧。都是大美女，没有李明也是大美女，大家都是大美女，没有像林姐，林姐是女神呢，丽丽是仙女，自己说女神跟仙女是有差的，李明太嫩，李明是可爱，阿丽也不差，阿丽，我们不要 VS， 原来是仙女的部分，阿丽在我心中也是仙女，谢谢 Sayo。回来就看到 Diss 李明的部分。怎么可以 diss 李明呢？林杰星期二有讲，很羡慕阿丽超正，我才羡慕他很正的。其实我最近有跟他聊天，就是我没有说过话，不然之前其实我没不敢接近，因为就觉得哇，她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然后很有气质这样子，然后就感觉去找她说话好像有点不好。意思这样，然后我就不敢讲话，结果最近有说话了，其实他人很好，就是我觉得最近在 TTP 吧，然后其实不只是傻哭啦，其实我也跟很多人聊天，就是熊妹啊，熊妹前辈，一家前辈，很多都会聊，就是几乎前辈他们在我们要在同一个空间的时候，其实我都会跟大家聊天，因为我觉得我不想浪费那个跟大家相处的那个机会，所以其实我会一直跟他们说话，这样
可是我没有原子族这么的开放，他就是很活泼，看到大家前辈早早安这样，他就是最大声的一个。然后我是，我觉得我是可能比较有礼貌一点，就是我不是说原子族没礼貌，我是原子族他的个性就是很活泼可爱。林杰让别人看起来太高冷了，结果他人很好。祖祖就是一个，他是真的，我蛮喜欢他的。其实，为什么我很喜欢原子族？因为其实我不知道，我觉得原子族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好的朋友，很棒的朋友。就是在我这一条道路上，就是我刚进来，其实我本来个性是蛮内向的。但是其实我的有一面是一个蛮活泼开朗的女孩，所以其实我逐渐的慢慢的被祖族带出来，敞开心房去认识很多人。因为其实我自己没有读大学嘛，我没有读大学，然后我毕业之后就是出来工作，所以我接触到的朋友，等一下我的平板快没电了，我需要充电，不然我没办法播到。对，然后对，其实我就是个性比较内向的一面很常会在大家面前拿出来，因为我觉得因为不熟，所以其实要有礼貌。但可是其实我有一面是特别开朗，喜欢跟大家聊天，喜欢说话，然后喜怒哀乐都喜欢展现在各个的人身上这样子。但是慢慢的，就是我觉得这一面已经越来越出来，因为我觉得这就是跟大家相处最真实的样子，不想隐藏，不想对谁有任何隐藏吧，我觉得。所以我觉得祖祖他在我生命中其实慢慢的越来越像我的一棵大树，他本来就很高嘛。我之前也是很内向，自从追 TP 之后就很放得开。我觉得朋友环境会影响一个人，对，我觉得环境会影响人。如果你身边的朋友都是很心态很好，放得开，然后其实那个都是会被影响。如果你的环境是不好的或是什么，其实也是会被影响，只是要看自己怎么去走出来。鼓掌为欢迎，谢谢佳燕，谢谢佳燕姐。我也很惊讶自己第一次跟阿里说话就说到内心话，我觉得就是一种缘分。很多时候一种缘分到了就是哦，就是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因为我觉得你跟我讲，可能当下我也是哇，怎么有一个人是跟我一样个性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也是蛮合得来的啊。陆三人欢迎 ，Hello Chu 欢迎 ，Ben 欢迎，零一就一定会送竹竹白眼。其实零一就是真的是很可爱，阿米欢迎，他的一举一动都很好笑。要学前辈，前辈乐，要多学前辈的乐观性格，没错，没问题。祖祖根本就是活泼过头，我是前辈，一定闪他白眼。不要这样，我的祖祖真的是很棒的呢。他在我心中就是完美的女强人，感觉没有什么，感觉心情不好都是留在自己心里的一个人。每一次握手会都会突破自己的个性，真的。刚刚偷眯一下，可以休息呀、啊，太医，别太累，太医。其他也加欢迎，因为其实你说到你的内向很内向，但是其实你必须得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是要去学习。你不能每一次握手会，你明明很喜欢这个偶像，你不能每一次握手会都很紧张、很害羞的，那你怎么跟他说到话？就是没办法说到好话。如果你能突破一下自己的个性呢，一次一次就是慢慢的，我就相信。之后你一定会跟我们都很，就是会看到我们就很开心的啊，我来找你们了，这样子就不会这么内向，不会这么害羞。因为曾经我也是一个蛮内向的人啊，但我觉得环境影响了我吧，觉得开始去工作，以前去工作的时候就开始慢慢的学会了什么叫做找到自信。等一下哦，我的手机好像不给充电，你们先等我一下，我需要调整一下我的。我也是进来之后才爱说那个爱说这些的，这样很好啊，我觉得是好的。我觉得直播这件事是好的，还可以跟大家聊天，我觉得真的很棒。
Oh my god！ 我好像要这样拿着。未充电是什么意思？等一下，救命啊！我的那个。平板没办法充电，等我下楼，我要找一下另外一个充电器。但是我必须，卢卡，等一下哦，环境会影响，但最后还是会回归本性，没错。但我觉得活在当下嘛，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不要让自己生活过得太难过，总是要跟好的，然后往好的想，然后跟好的人一起相处，你才会进步啊！做什么事才是有意义的。等一下，卢卡西的分享，等我一下，豪哥欢迎，警察欢迎，买少一点就不怕没花亮。哦哟，我的平板不能充电呢，我现在要想办法要充电一下。你们等我一下哦。因为我的充电线好像有点问题，我还没播完，别闹，不可以的。好，会一直晃。卢卡没睡吗？柠檬，柠檬欢迎情缘，还是要对粉丝有点印象比较好的。没错，我也是30岁开始看直播之后才和女生讲话的。真的吗，豪哥？所以你以前其实是在学校很害怕跟女生聊天吗？其实我以前也是，我不怎么跟男生说话，就是只跟女生玩。今天辛苦了，不会，卢卡你也辛苦了。夜空之歌欢迎。今天浪怎么觉得很卡？是我的问题吗？我第一次跑活动的时候心跳超快，很难离开现场，很想离开现场，后来慢慢习惯就没事了。真的，恭喜你没事了。公车民间 ，Hello， 欢迎，好久不见。想说换成中文会聊比较多，结果还是跟日本握手会一样，只会要哎这样子吗？撒盐，桂桃欢迎。真的，我看到成员一句话都说不出。其实如果是我，我好像也会是这个样子，就是会害羞，但我觉得我现在不会了。夜空之歌欢迎，以前是，可是现在不是。后面有把腿，我舅妈在睡觉。我第一次参加迷你空，觉得大家很疯狂，现在还跟着喊得很大声。你们那个就是我们的力量，你们知道吗？所以我觉得谢谢有你们，有一直呐喊，我们才有那个兴奋，更想跳更好。我今天去看医生，医生说我状态有比之前进步了，很棒哦，撒野阿里。有吃过比利时焦糖饼干吗？嗯，焦糖饼干是吃过啊，是要看哪一种的，是买哪里的饼干几乎都是，我连威图都不会要，为什么不会要？撒野或者妈妈，豪哥，我们来聊天，你们要聊什么？豪哥，很好吃，焦糖。喜欢焦糖，我喜欢焦糖。以前喝咖啡的时候都会喝焦糖咖啡、焦糖拿铁。握手会原本还在想会说什么，但看到你们就说了一堆。原来你是这种人。阿丽这是换地方了，因为我搬回我的家，就是老家，然后我现在都就是住在这里。所以大家以这几天看到的背景都会是这样。焦糖玛奇朵，焦糖拿铁。你有看过焦糖玛奇朵这一部片？见到阿丽本人一定会很害羞，不要害羞啊！我希望你们不要害羞，就是好好把握住机会跟大家聊天。漂亮的房间其实没有很漂亮，这是男生的房间了，因为是我弟弟的房间。因为我现在还没有房间，我房间还在整理，之后才会看到房间的背景。不然其实我现在几乎都是在我弟弟房间，就比较灰，比较暗色系，男生的色系。大长欢迎，不得不说阿丽拿风扇吹我们真的降低什么？我看一下，
紧张感。那是祖祖送的、啊，那是祖祖给的卡，又卡了吗？但我其实我很好奇，我为什么会敢不敢看着阿丽？你最爱讲什么甜言蜜语的话了，最好不敢。晚上好，朱大强，顺的吗？可是刚刚有人说卡，等明年见阿丽吧。好的，谢谢你，机械警察。阿瓦哥欢迎，这房间蛮有风格的，因为弟弟是喜欢这样的风格，所以他就把自己的房间用成这样子的风格。四季谢谢你的心之冠，我都没有被吹电风扇，只有被阿丽呛太瘦，吃太少，真的是太瘦，想被打屁股。现在有没有胖一点了？四季谢谢你的心之冠，加糖马金多，年纪的证明，的确我真的是有年纪了，谢谢。对了，玲玲可以在家直播了，谢谢阿丽之前的照顾哦，太棒了，玲玲终于可以在家直播啊！那我们在公司就不能闹他了。我跟祖祖每次只要看到他的直播，我们就冲去闹他。握手会我也只敢在外面偷看而已。为什么要这样子呢，豪哥？都进来了就聊天呢？那应该是我自己卡而已。你要不要重开再来一次啊？不一定呢，看到真人搞不好真的会什么，真的会反应不过来吗？真的会害羞到不知道说什么？我能理解这种心情，但我觉得慢慢的，就像陈啊，他就说慢慢的，看到阿丽应该会好好聊天，没错，要跟我好好聊天，我很需要跟你们聊天。他开玩笑的，没卡，好，没卡就好。微微白饭欢迎，林振东欢迎。阿丽，你一直讲话都不会口渴吗？喝杯水吧，哈哈哈。哎，你怎么那么了解我？其实我刚刚已经开好水樽要喝了。也是地缘之亲啊，真的吗？萌萌妹子，哼，沙卡欢迎，好好有这样的好姐姐。你说我吗？讲完了发现怎么时间还没到，默默离开。为什么要离开？玉凤宝宝，我也是你的姐姐啊，好怀念这个场合，三年教子是什么？阿丽。玲玲可以在家直播，这样以后就没有乱录了。三娘教子就是我们，不知道下次看到阿丽我会说出什么话。我觉得你会跟我聊你的心思。我觉得虽然我觉得你可能是不是你情绪很容易不稳定，是因为其实你的个性人蛮好的。其实我以前会为了要迎合别人，然后就是只想对别人好，然后。人家对我发脾气我都好像没关系这样子，然后就觉得说啊没关系，可是其实有的时候我好像只表现喜怒，然后没有怒也没有哀在别人面前，其实我心态最后变成了好像就是生病了，就是只要碰到一些事很难走出来的事的时候，其实我会就是会很难受，就是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懂我的意思，因为 CEO 你是一个，因为你说你也是不敢拒绝别人的人嘛，因为其实我也是不敢拒绝别人的人，通常不敢拒绝别人的人都是一些，就是很愿意哦，什么人就是人家说什么都说好的那种，然后其实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也不敢说，不敢麻烦人家，可是我觉得要适度的去发泄自己的情绪，不然其实会生病。因为我有段时间就是常这样子，然后当一件突然的事情发生了，我没有料想到的事情发生了，我当下不知所措的时候，我是蛮恐慌的，所以我觉得我不喜欢跟人家起冲突，可是我觉得要适时的站在自己的立场，自己为自己想，要好爱自己，不然。其实我觉得这样子不是一个好办法，你懂意思吗？谢谢一晨的99调酒，上次你们英组二期三人什么，等一下我看一下你刚刚说什么，等一下刚刚你说什么，等一下三人组加卢卡去闹他，对啊，干杯，哎呦喂，干杯。我也只有在七七那边聊到尬，就英祖三宝叫李林，文生欢迎。我大概去握手会也不会讲什么话吧，能讲话就讲话啊，别憋在心里嘛。
BOYD 欢迎 ，Hello 点欢迎，小六欢迎，双子都这样。有时候你会发现嘴巴明明在动，声音就发不出来，然后成员就想靠近你，然后你就更害羞，问你讲什么？对，就说你在紧张什么？你别害羞啊！如果是我就说你别害羞，来来来，我们聊天。我也不敢拒绝成员，多发泄，不要憋在心里。真的，我懂，我也这样。之前有生病一段时间，花了一些时间调整。到现在真的是要适时的发泄自己，所以不要很多事情都要念莫希头，那是什么？莫希头，我想念调酒怎么样？玉凤宝宝，你还没睡觉，越靠近真的越害羞，这样子。玉如欢迎陈家树，你骂什么骂哈？阿丽好像像我的心理医生，说的话都一样。对了，真的是，我们就是要放下点心之观，谢谢你的心之观。我觉得要懂得在人生当中抓住你真的想要抓住的东西，做你喜欢做的事情，然后不要想那些不好的，把不好的留在过去，我们好好的去经历现在的每一刻。哪只米？真迷阿丽，阿丽，你可以找喜欢的事做。遇到这种困难，离开现场，没错。张雨林，我的宝贝林巨林，大大的大眼睛，甜甜的笑容，与你分享。林巨林，张雨林，张雨林，林林，好想你。我现在超爱张雨林的。超级爱，爱到不行。圆圆的脸就是阿丽的脸 ，kiss Jumi。干嘛张雨林？张雨林最近都会鼓励我。没有，其实我最近心态好很多，是因为有成员们都会陪伴我。我就在说林俊里啊，他上课都不是上课啊，他就是传讯息，啊你在干嘛？好啦，偷讲他没有啦，阿丽没他远，没想被揍。明明才刚说要认真工作，却被自己负能量搞得自己不想自己。陈家树好了，我会好了，没事没事。看到真人阿丽震惊到饮料杯都掉。什么？你饮料杯都掉？主竹标，心理导师阿丽，雨林都会关心我。如果我有一天就是很难过的，就是。跟他见面然后就哭这样子，因为压力跟最近发生的事，然后我不是那段时间不敢直播，不想直播，都没在直播吗？因为情绪不稳定嘛。然后我就跟张雨林聊天，肉肉肉欢迎，我说如果看到的话，为什么要饮料打翻？开心的 TAO 欢迎想和你，所以张雨林是我的宝贝。张雨林都会陪伴我，他不想离开我，他现在很喜欢我，我还一直告白，因为我真的太喜欢他，而且我每次都会被他的笑容给迷倒，而且他人真的很好。你们真的要多去看雨林的 IG 啊或什么，他是一个很，我觉得很辛苦的女孩，就是他很认真在他的梦想上，而且我喜欢看雨林前辈跳舞，他跳舞肢体动作很好，因为他小时候有学过舞蹈嘛，学那种民族舞啊还是什么，其实他对自己的身体是很知道的，所以他其实在学新的舞步的时候，他的动作都是漂亮的。然后看一下他有什么优点，就是他很坚强，虽然小小一只，但是很坚强。然后每次练完舞的时候都会呆呆自己坐在，我们在讨论，然后他可能很累啊，他也都知道，所以他就会坐在旁边这样，然后呆呆的看着镜子这样，坐在地板上，超可爱的。然后张雨林的人很善良，很单纯，很可爱，而且是一个，我看他年纪跟他聊天，其实觉得他比就是很成熟，跟他年纪比，其实感觉说他
他是比一般小朋友中就是蛮成熟的孩子，超过他的年龄。我觉得他就是很早就进到这世面的嘛，呆呆的这不用说，就很可爱，雨林棒棒，小小一只，呆呆的。你就多学习雨林啊，人家多正面。对啊，他都是用笑容感染，所以我觉得我最近有被他们影响很多。而且我觉得，当我在一个状况当中，就是状态当中，就是跟他们相处每一天，其实我觉得，就像我刚刚说，就会被影响嘛。其实他们都是很认真的，然后我们都是在预备要做的事情，每个人都在预备自己。当我看到每一个人认真的预备自己的时候，那个心都会被感动，也会被感染，也想要成为像那样的人。我觉得雨林在他身上就是有看到他很认真的那一面吧。最炫民族风，会不会雨林听阿丽说到哭啊？雨林宝贝才不会哭呢。对啊，雨林真的很可爱，他家是我的好兄弟哦，我跟你讲，不要欺负他哦，家乡族族的女生。所以我觉得我最近在公司啊，不管去工作，我都很想赶快见到大家，你知道吗？就是当下，因为我其实刚开始进去，我可以跟你们说我的心情，你的压力是自己造成的，换别的心境面对，就会有种另外的体会。好，陈家树没问题，不要再担心我了，我没事。雨林，你快点帮我跟陈家树说我没事，他一直在那边念我了。嘉宏欢迎，想才想被骂了你。可可欢迎，想被揍就是陈家树。若你家下是你的调酒，你们都是我的宝贝。庭人欢迎，谢谢你的 love。雨林会帮别人哭，为别人感动的落泪。弱，对啊，每个人说都没用吧。玉凤宝宝，谢谢你的玫瑰东东欢迎。威尔森欢迎，是爱丽让人不放心啊。好了，我真的没事了，雨林宝宝，我真的没事了。对啊，我就只是感觉外表好像，但其实我内心是一个很脆弱的，又傻傻笨笨的。雨林交给你。好了啦，不讲这个了，好不好？再讲就哭了，跟你们讲。雨林真的很善良可爱，其实。在听 TV 就是，我觉得，因为我刚进来，其实有点觉得哦，心里有点小后悔，觉得我不知道这些文化，然后我竟然都不知道，结果没想到我越来越喜欢他们，还有越来越喜欢做我现在做的事情，这样子。主播晚上好 ，Hello， 青苹果，要对自己好一点哦，你们也是，你们只要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平平安安、为开心。阿丽只是单纯，阿丽就是很容易被骗。加油，谢谢分享。曲曲欢迎，刚才对我说要对自己好一点，所以我现在会对自己好一点，习惯就会开始喜欢了，没错。居然什么都不知道参加选举，还后来还上，真的啊！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就参加。我也是内心很脆弱的，虽然大家都说我很大只，喂，但你的内心是脆弱的。OK， 我懂，好哥没事。先吃假薯，为什么要吃假薯？花生糖欢迎。咦，雨林吃我，为什么？豪哥很大只。我兄弟啊，别欺负他。你各位啊，啥？你各位，谁都不能欺负我的宝贝。好了，我们不要互相欺负，我们都要成为更好的自己，我们都要好好的。好吗？有空也要麻烦你照顾李李呢。我也会照顾李李，我都会陪与李李聊天。点谢谢分享。我如果工作上有什么不开心的，我马上变成厌世脸。来首我们不要伤心，不要，不要，不想要听伤心。伤心的人别听慢歌。我想要听。喜欢你是什么？
雨林很多人叫哦，因为雨林人很好啊，人气好当然就是会越来越多朋友。不愧是前辈，真可靠。我去学校搭校车，早上都在校车上睡死。我以前也是。你无论如何，我也都喜欢你的，别气死我。好，雨林很照，他真的是很照，听开心点的，喜欢你。Hello， 牙妹，欢迎。说我大只，下次安检注意一点。早上睡死还不会怎么样，就是还都是要到学校放学睡死才好笑。容我叫声雨林姐，雨林姐，不要叫人家年纪比我们小小哎、欸。要等着你，随便你带我到哪里，我的脸慢慢贴近，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我喜欢你爱我的心，感受着电影，他在诉说着你沉沉默言语。 Hello 有三，雨林姐好，九十度鞠躬。雨林不是什么孙女吗？对啊，她是我们的孙女。想听 IU 的歌，好，听这首歌。想知道谁看了我的 Instagram 吗？唱歌好听，我喜欢这样跟着你，喜欢你。哎，我的动画还没吃完呢。会叫一声雨林大姐姐。雨林来当然要放雨林的主题曲，什么歌？雨林什么歌？张可爱。送艾莉去香港啦，这样就不用雨林照顾了。傻眼，你想被围攻是不是？花生糖欢迎呢、啊，强医生欢迎，我们这有谁不知道林姐的？是林姐吗？君汉欢迎，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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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因为爱我，是 Q 卡，为什么是 Q 卡？叫一声阿丽大姐姐也不差，为什么要叫阿丽大姐姐？阿丽小姐姐。橙子欢迎。雨林你还不睡觉？谢谢心之冠橙子。雨林宝宝你怎么还不睡觉？最近在读一本书，我刚看到一半，最近一直在看。不要折磨那颗金。今天陪你到结束，真好。其实我差不多了，再十分钟就要关掉了。好厚一本，最近在看书。没啦，其实我都一直蛮喜欢看书的。我喜欢看很有意义的书，会感动我的书，451661会激励我的书，陪你到日出，那太累了吧？那个451661欢迎雨林主题曲《亲亲猪猪宝贝》，那什么歌好可爱？雨林不是叫日文吧？哎，他是神推 Q， 所以叫 Q 卡 ，OK。Hello， 欢迎。我都
都看海贼王，好有意义。真的吗？书名是，我这次在看那个我只能这样吗？从你让你从 谷底翻身的七大生活原则，预约自己的理想人生。我只能这样吗？雨林主题曲亲亲猪猪宝贝，那到底是什么歌啊？亲亲猪猪宝贝，明天买。谢谢荧光棒浪太四五一零六，好可爱的歌、哦。噔噔噔噔，我的平板越充越没电了，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啊！我也边念书边陪你直播，上庭辛苦你了。我今天该也会，反正柏林课还有东西没干。陈家树，你真的是，我干嘛都要买。今天亲亲丽丽宝贝，我也亲亲你。亲亲阿丽宝贝，好可爱的歌，为什么是雨林的歌？你们可以告诉我吗？会不会是张雨林以前唱的吧？平板快没电了，还有七分钟，我先念榜哦。瞬间又有看，没有，这是我舅妈的手机。好了，我先念开，我先念那个喽。从二十名开始，谢谢四季。第十九名是七点，谢谢点。第十八名是太一，谢谢太一。十七名是扎卡，谢谢扎卡。十六名是刘建谷，谢谢建谷。哎，这首歌的存在真的很像刘雨林在，雨林在这里，这很适合他的歌。十五名是玉凤宝宝，谢谢玉凤宝宝。第十四名是陈，谢谢陈。第十三名是橙子，谢谢橙子。第十二名是林庭园，谢谢庭园。第十一名是朱里恩，谢谢朱里恩。第十名是柠檬，谢谢柠檬。第九名是保护队，谢谢保护队。第八名是豆力王，谢谢豆力王。第七名是奕晨，谢谢奕晨。第六名是飞宝，谢谢飞宝。第五名是吴呱呱，谢谢呱呱。第四名是傅伟哥，谢谢傅伟。第三名是柳晨，谢谢柳晨。第二名是 Sara， 谢谢 Sara。第一名是我们的陈家树，谢谢你。亲亲丽丽宝贝，雨林宝贝，谢谢你了，好可爱。Every day， 把住了全世界。Every day， 哎，这首歌很好听哎，我要把它存起来。亲亲猪猪宝贝，很可爱，还有没有别人唱？教学哦，哎，张雨林，我们要不要一起跳这首歌？还有舞蹈教学，张雨林，我们一起跳吧。何金莹是来找阿丽的，欢迎许愿一起跳，好啊。C D， 哎，这
这首歌很好听耶，干嘛？张幼霖，我们一起跳这首歌，快点！二三四七八，一二三，他好像点两个八。哎，网络怎么断掉？跳啊，好！踏点点，踏踏点，翘点点点，翘点点点，翘。二三四五六七八，他的舞蹈感，你每次都是想跳，知道吗？最近很忙啊，对不起。好了，莉莉要关播，平板要关机了。噔噔噔。好了，我真的要关播喽，拜拜，再会各位，拜拜，雨林拜拜，晚安，快点休息哦，拜拜，我平板要关机了，拜拜。